4月12日卓伟爆猛料，白百合婚后出轨。细心的网友翻看白百合陈羽凡的微博，发现二人最后一次微博互动是在去年8月，白百合转发的陈羽凡的跨界歌王的微博。这时的微博里可以看出两人还是很恩爱的呢，互相表白秀恩爱呢。但是翻看二人的微博关注列表，二人竟然互相取消关注了。还有网友爆料两人已离婚，有媒体联系双方询问，羽泉经纪人表示不方便替人回应，白百合方暂未回应。还有网友猜测该男子是模特张爱鹏，目前张爱鹏电话已经关机，生活已经如此艰辛，还是要且行且珍惜啊。